宇轩，她是莉莉哦，啊，她是彩玲阿姨的女儿，你要不要跟她一起玩啊？我叫宇轩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莉莉，这是我的妈妈。我爸比妈咪都去公司上班，然后这是我的阿公。阿公，我肚子饿了。肚子饿了？那宇轩、莉莉，你们想要吃什么？我买给你们吃。我要吃鸡块、薯条，那个好好吃。哦，我也想要吃鸡块跟薯条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那我来查看看啊，这附近啊哪边的鸡块跟薯条比较好吃哈。董事长，我知道有一间餐厅，我很爱吃的鸡块跟薯条哦，我带你们去吃好不好？好。妈咪，我今天交到一位叫莉莉的朋友，她很可爱，很会讲日文话。她跟我说，她最近才从日本回来。哦，宇轩交到新朋友啊。那你怎么会认识莉莉？我在阿公的公司认识的，阿公带我们去餐厅吃东西，我今天吃到鸡块跟薯条，好好吃哦。哦，宇轩，你是不是交到女朋友了？没有，莉莉只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女朋友。莉莉真的只是我的好朋友。好了好了，妈妈知道莉莉只是好朋友。哈哈哈哈，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赚到钱啊。阿姐啊，我现在在说正经的事情，你别乱啦。有啊，我是说正经的事情哦，是宇轩跟我说，说要天顶的星星就有法度赚到钱。哎呦，你又来啊，你在说啊啊，天上的星星你两摸也摸袂着，你是要来赚钱啦？这你爱问谁个？宇轩甲我讲，是阿翔阿公甲讲的哦。我甲讲的，你讲这件代志是宇轩讲的，甲人家讲讲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宇轩有甲我讲哦，又甲迄个大歹人讲，啊，伊佫讲哦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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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红绿灯？不是红绿灯啊，是那种红红绿绿的图，里面有数字啊。然后阿翔阿公看了之后就很生气，说什么星星掉下来了，还是说亏钱啊、跌停啊，怎么讲这样的话？爸，妈咪，想不到你的囡仔，还要利用哦。